那蓝妹这一家子在干嘛？蓝妹，这干嘛呢？发火啊？叫你没有？大宝，你看见啥了？那两个门将呢？那这两个，哎，你俩干啥呢？今天这么安静呢？吃饱不想动了？蓝妹，你别去招惹他啊！胖虎一会儿揍你。蓝妹的老姿势，那小胳膊还得翘下来。你俩就像大王跟那个王后一样，然后在这高处看着自己的那个，看着自己的王国，自己的子民们，甚是欣慰。那蓝妹的眼神，不要打架啊！不要打架。你见面还仇人呀？你的眼睛来，胖虎，你看你胖的，胖虎，这么高你敢跳吗？不敢跳啊！你这么胖，再把腿骨折了。胖虎啊，大宝，这想想还得回去。啊，又这样呆啦？你看胖虎胖的，蓝妹的眼神儿，蓝妹，那胖虎最近是不是又帅了？胖虎最近帅没帅？四喜不敢上来啊，不敢上来啊，上来了，蓝妹揍你。胖虎，这段时间胖的眼睛都没了你，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，胖虎。四喜上来了，四喜啊，不敢过来啊，蓝妹可真揍你啊。四喜这段时间也胖乎了，看着他们胖，我就可开心了。豆包，小豆包，小豆包，只要看见人在他旁边，然后哎呦，还站起来了，来来，再站一站，来，来，再站着，再站着，来，豆包，站起来呀、啊，艾米，这儿看这儿，艾米，艾米，漂亮的小艾米，艾米，帅哥，看这儿。看那小姿势，刚吃饱饭，然后一个个都是准备睡觉状态了。干嘛？不许下去！不许下去！跟蓝妹待会儿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你胖虎，你打人家干嘛呀？臭胖虎！蓝妹又跟他对视去了。快下来，四喜！蓝妹这会儿正生气呢。快快快快快来！要赶紧跑，赶紧跑的。妹妹，胖虎又揍你了，臭胖虎！妹妹，看我们的胖美人儿，看我们的蓝美人儿。你看胖虎开夜景去了。